好，我是宝宝，今天要帮大家介绍这一款魔音大师 Q9。然后呢，包装里面呢，它都有两条线，一条呢是充电线，然后一条是音频线。然后呢，里面还会附就是说明书，哎，然后呢，最重要是里面有一张合格证。然后呢，这张合格证呢，就是有保固保修一年。所以说只要有就是凭这张合格证的话，都能就是享有一年的保固保修的，就是这个部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要介绍一下就是 Q9 的就是功能，界面功能。然后呢，这部分看一下哦，有这个是高音，高音的大小声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低音的部分，低音的大小声，还有回音的大小声，然后跟就是伴奏的大小声，所以你的音乐伴奏大小声都可以从这边控制。然后还有这里就是这有两个，有一个就是 Apple 的图案跟那个安卓的图案，就是如果说你是 Apple 的手机，你就切换到就是 Apple 的图案这边，那如果你是安卓手机，你就切换到安卓的就是图案。是这边还有个大小声，大小声就是你麦克风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。然后再就是上一首跟下一首，还有播放键跟暂停键。然后呢，我们开这支麦克风，你就轻点一下，它就打开了，然后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，那代表你开启这支麦克风了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Bluetooth mode， 今天要就是关麦克风的话，就是你就是轻压三秒，轻压三秒就可以，这麦克风就关掉了。对，那就是这款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底座有一个 USB 的插槽，就是可以随身插那个你的随身碟，你就即插就可以随用。所以如果说你有随身碟啊，你插着你就可以就是播放然后唱歌。然后现在我为大家来示范一下，就是这麦克风的音质怎么。可以到以下网址购买哦。